加强回旋镖和更多回旋镖模组。这一次整合包加强了原版大部分的回旋镖武器，并且拥有更多炫酷的回旋镖。我将基于这两个模组开一个纯回旋镖的开荒。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K，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回旋镖生存第四期啊。今天要打这个血肉墙了，还有一个封后没有打，我们先去把封后打了吧。爆炸回旋镖好像骗伤吧，怎么怼脸才二十几伤害呀？这是更好的体验里面的 bug， 有人已经帮我解释得很清楚了。读到我能念一遍我的名字吗？爱元气的学生党。读到我猫猫可以叫观众们杂鱼吗？杂鱼杂鱼杂鱼。猫猫请问一下，为什么开了视频栏模组之后拿下一个视频消失了一个视频栏还恢复不了？这个问题的话涉及到泰拉瑞亚的一个机制，泰拉瑞亚在大师模式下会额外多一个视频栏，如果我们现在到达一个专家世界的话，这个视频栏它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样子。当然专家模式吃的那个恶魔之心，如果到普通模式的话，它也会变成一个透明的样子。如果此时我们将这个装备给它拿下来的话，这个装备栏就会直接消失的。我看一下有没有蜂巢这附近，我没有看到蜂巢哎，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试试用蜜蜂回旋镖打肉山，蜜蜂克肉山嘛。大理石地左边有吗？这个不是啊，这个是神庙，而且这个是花岗岩地形。这边有蜜蜂、蜂蜜块，说明附近应该有蜂巢。看到蜂巢了，如果从这里往下挖的话，这个里面的蜜会漏，里面粘稠又能拉丝的液体就会直接流出来。走旁边吗？蜂巢里面还是太小了，我准备在旁边挖一个大一点的场地。这个地方好多水呀，怎么这么多水呀？这个空间打封后应该是够了，我觉得我再挖一点点吧，反正这个法爆魔杖挖这个东西还是挺方便的，直接来吧。撅撅撅，先打个封后，看不清楚竖屏的，你全屏不就好了吗？全屏之后，你可以双指放大，你就可以不用看猫猫了，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游戏画面了。撅累了，歇一会儿。圣剑就是你发送一个圣，你发一个圣剑的弹幕，你就可以把你的圣剑丢到猫猫的脸上来，懂了吧？你们要发一下，你们就知道有什么效果了吗？不要老是问。这个封后还是很简单的，毕竟我们现在这个什么装备，你看看，我的配饰都一直没有去敲，等会去敲一下配饰吧。然后打完封后，我们要去地下，地狱弄一个平台。你也可以放大只看猫猫，是这样子的。耶，拿到扳手了吗？有。蜜蜂护目镜哦，这个东西可以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蜜蜂坐骑，这个还挺稀有的。猫猫10000点赞了，快叫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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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现在可以做这个什么 beaming， 就姑且叫它蜜蜂回旋镖吧。搞了一点甘草，现在刚好田里面更新了一个这个测试假人，正好来试一下我们的新回旋镖。哦，这个稻草人长得好抽象啊。哎，这个镖是穿透的吗？哎，这个回旋镖挺强的哎，如果配上蜂巢背包，它是不是可以？哦，这伤害可以啊，可以用它打肉山，我觉得。还更新了一些定位球，可以让我们快速找到一些地形。哦，我做一下这个以太定位球试一下。本世界没有以太的数据，原因是可能创建地图时未启用更好的体验。创建了一个新世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以太定位球的效果怎么样。咚 ，AYKKK 在地图标记了以太，哦，直接就标出来了。我们传过去看一下。哦，真的耶，真的是以太，就正好在正中间。这个骨头回旋镖，90个骨头，看一下这个骨头回旋镖效果。啊，这个骨头回旋镖打中敌人之后就会直接碎掉，看来地牢里面的怪都是骨质疏松啊。
那这个回旋镖唯一的好处就是打中敌人之后就可以直接再次丢出去，就不用等它收回的时间，感觉效果挺拉的。我们现在去刷一下蘑菇回旋镖，把我们肉前我认为比较强的一个回旋镖做出来吧，原版最强回旋镖，但是在模组里面就不一定了。稍微买一点震惊药剂和战争药剂啊，开了更好的体验里面的那个药水无限增益的，但是我是把上限设置成了300，好，300瓶就够了。还有一个和平蜡烛，在这个更好的体验模组里面，只要凑齐五种无限 buff 就可以控制刷怪，凑齐和平蜡烛、水蜡烛，然后还有那个向日葵，还有震惊药剂和战争药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刷怪了。这样吧，就每100点赞我就喵一声。现在差1000是吧，就是说现在是9000，那我就喵90下，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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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30倍刷怪，开刷喵，开刷喵。蘑菇回旋镖，呸，蘑菇回旋镖的爆率好像挺低的，2.5%的概率，挺高的呀。完了，太拉定律了，想要的东西刷不出来。哦，出了2个，什么鬼，不爆就不爆，一爆就爆这么多。好了，可以了，别刷了，爆3个了，2星回旋镖了，3间回旋镖。这个3间回旋镖，它的这个镖就是3种回旋镖的效果合在一起的。回旋镖飞行的那个蘑菇尾迹就是蘑菇回旋镖的效果，然后它有这个冰雪回旋镖的分裂，还有附魔回旋镖的落星。这个好像距离控制好的话，可以打出一个很高的真伤哎。我们是敲护佑好还是敲险恶好呢？真男人就全敲险恶。没关系，我是小萝莉，所以我全敲护佑。接下来我们要来搭这个地狱的平台，准备打入山了哈。我们有这个空间魔杖，还有法爆魔杖的话，应该就会搭得特别的快。好了，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把地狱的平台搭建好了。4个海洋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水上行走鞋？哦，直接出了水上行走鞋。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哦，对，我那个泰拉鞋还没做呢，打完肉山再做吧。猫喝水是舔的吗？猫喝水是直接拿杯子喝的，我是猫娘，不是猫猫。这回旋镖这么强的吗？哎，他马上要死了哎。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打的，好像就直接打过了。我还在跟观众们聊天呢，就打过了。袋子就直接开了吧，给了一个鞭炮，给了个战士文章。这个蜜蜂回旋镖伤害这么高的吗？我还有一个雾毒娃，我们再打一次。我这次只用这个蜜蜂回旋镖来打，看一下能打多快啊。刚刚是用切边打的，所以打得非常快。我刚刚没有注意秒伤是多少，不知道有没有过千。这次只用这个回旋镖打。每秒1000多的伤害，哎，我要死了。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吧。今天已经把肉山打完了，至于肉后的内容的话，我们下期再来搞吧。我是 L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